我出去玩，知识 YouTube 上面的教学、美食的介绍，然后游戏的体验、开箱，以及我试用产品的一些心得。那如果你是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用影片记录生活的人的话，可以点击订阅的钮。然后如果你订阅于我的话，不要忘了开小铃铛，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那我是鱼子兔，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是我的英雄梦梦。我相信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常常一直按一直按，终于找到我要的这个单了之后，然后发现你还有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几分钟几秒你才可以许愿，要么你一定要按了你要的单，然后再点进去，然后才可以看到。有什么方法是不用点进去就可以知道我还有几个小时，或者说我是不是已经可以许愿了呢？大家有想到这样子的方法吗？我就想到了一个偷机取巧的一个小方法，那么我将会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也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去看我实际操作的影片咯。那么我们待会见。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就是说你在许愿的时候啊，你常常要许愿的时候，然后你不知道剩下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你还要点进去看，有时候你已经都已经选好才发现你不能许愿。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让你就是可以就是知道我可以许愿了吗？那么我们一样就是点击到摸一个柱子，然后到我们的家族里面来，然后原单许愿，那么你一样就是第一次点击许愿，找到你想要的，然后当有人给你的时候，你不要点击收取，你就关掉，因为他时间到的话，他会像刚刚一样就直接给我单。但他给你直接单的时候，就表示已经过了八小时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剩余八个小时，他会在这边直接就是打说还剩多少，你就不用切进去看说还需要多少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要再许第二次愿的话，就可以这样子看哦。好，影片就这样子咯。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我投机取巧，也不算投机取巧，就是利用了一点点的小方法，然后就可以让你知道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许愿呢？那觉得大家觉得这知识有没有用，有没有学到，是不是更方便了呢？如果觉得有更方便的话，请给我点一；如果觉得没有很方便，就觉得没什么差的话，点二。那么并且告诉我为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留言给予我。好，那今天要教给的就是大家这个我的英雄梦哥的一个小知识咯，一个小方法咯。喜欢的话给我点一个喜欢，影片结束啦，喜欢的话就给我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社群网站。那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就留言给予我。如果害羞的话，那么就可以到我的 FB 的粉丝团私信语给我，或者是在下方留给我的 email， 可以寄 email 给我，都可以哦，我都可以收到你们的讯息哦。那么每天6:30准时发片，如果有意外的话，就会在我 FB 的粉丝团公告。你要怎么找到我的粉丝团呢？ FB 搜寻鱼之兔，或者是 Google 鱼之兔。那如果你是使用 Google 鱼之兔的话，你还会找到我的皮克邦哦。那么皮克邦和 FB 的粉丝团都有不一样的内容，欢迎进去关注一下，然后点个赞，留言一下哦。那么就是 FB 的粉丝团跟我的皮克邦，还要请大家多多照顾咯。那么鸡饼、炸鸡饼、烤鸡饼都有我推荐给你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哦。中间有科技的头像是可以做订阅的动作哦。那么订阅的话，不要忘了开小铃铛，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那我推荐给你的视频，也不要忘了点击。